是我们棒球加拿国家队的这个动物，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这个站也站不稳，然后这个唱国歌也都没有再好好的唱，有的在讲电话，所以我实在是忍不住。我是把他当作自己小孩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讲，重要的是他们要了解我为什么站在这里，不是来玩玩而已。所以他必须要知道说为什么站能站在这里。哦，你看这块球场这么漂亮，这么好，要懂得感恩感谢，对不对？要教他人生的态度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有多少人？哦，你看今天的官员来，所以他们要懂得，要有人教他了，因为小孩子没人教他就不了解这个重点。这个重点就是你怎么面对这个棒球的比赛。棒球比赛到处哪里都有在比赛啊，对不对？不同等级，就是这个是黑豹级，是我们国内最重要的一个赛事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态度应该要谨言慎言，谨言慎行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在那边随随便便唱国歌，一点那种尊敬啊、哦、都没有，那你对自己国家都不尊敬，那哪来我们的尊严？所以这个就是我受不了，我一定要讲的地方。